汉森拥有两种形态，他的第一种形态其实是彩铃堡的魔仙。小伙伴们，你们知道吗？我们从彩铃的眼睛中可以看出，他和汉森是同一种颜色，说明他们来自相同的地方。小伙伴们记得点个关注支持一下，谢谢。众所周知，汉森的第二形态是红色眼睛，而这个形态的汉森，他其实扮演的形象就是格雷特的哥哥。小伙伴们，你们看，格雷特这个时候的眼睛是纯红色的，和汉森的二形态完全一致，并且这样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格雷特会在丢失时学会非常好的烹饪技术，这就是用魔法教会的。小伙伴们，你们知道了吗？并且这个也可以证明我们第二次的彩铃堡魔仙，三个魔仙他们少的队友其实并不是蓝慧。我们之前一直认为彩铃公主施巧玲和伊小米加蓝慧才是真正的彩铃堡要上线的人员，其实正确的应该是彩铃公主施巧玲、伊小米和汉森，因为汉森和巧玲的眼睛是完全一致的，并且之前魔仙堡的成员是三女一男，也就是小兰、美琪、美雪和游乐王子。